我给你时间，他猪爷爷能给我时间吗？他能等你一个半月呀？咱也没办法。哎，这事儿也别难为人家了。你三天时间确实太短了，别说盖一间房子了，你就装修也装不完呢。不是，但是日记里他写了，入完伍之后马上明天就发军装，没地方啊。妈刚才想了一下，当年和你爸去过锦州一个叫蒙牛屯的地方，那块是一个红色的根据地，之前的建筑保存得非常的完整，妈走的时候还留了王书记的电话，要不然给他打个电话问一问。那有这路子太好了，你赶紧打一个电话吧。好。哎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是王书记吗？我是王大拿的爱人，我姓杨，请问您还记得我吗？啊，我记得，杨总你好，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是有事儿求您。我们这有一位老战士，是我们家的恩人，年轻的时候战争脑袋里进了弹片，现在记忆非常模糊，时好时坏的。我们想帮助他恢复记忆。在我们山庄呀，也没有一个当年的这样一个场景，所以就想到了您。您看您那红色基地能不能借我们一间房，我们帮助他恢复记忆，这样方便吗？可以可以啊，这是好事，我们这也是红色根据地，能为老兵做点啥更是好事了。说那你们啥时间来呀？哎呀，那太谢谢您了。你等我问一下，王书记问咱们什么时候过去方便。哎，你好，我是那个王大拿的儿子，我叫王木生。啊，我们这边时间特别紧，我要不今天连夜就过去呗？好，好，那你过来吧，我从这边等你。啊，好嘞，先表示感谢啊。好，好，哎。你们几个赶紧去找一个大车，找啥样的？就那个年代的车呗，你还能开奔驰去啊？不是，现在老解放了呢。对对对，完事咱连夜就过去，到时候告诉朱爷爷就是阵地转移了。行行行行，是吧？快快快去！费用？那提他妈费什么玩意儿？费用费用，你们净认钱呢。那行，那我们去，马上就办。哎，啊，再见，杨总。杨总啊，杨总，放心啊。你们了啊，没事没事。我看人也差不多都到了。我就简单说几句。首先，我要代表下牙山村委会感谢在座的每一位，因为昨天的军民大联欢演出是出乎我意料的成功。我知道为了这个演出，大家付出了很多的时间还有精力，也让我看到了咱们下牙山村民前所未有的团结和凝聚力，让我很感动。另外，咱们也通过这次特殊的机会学习到了那一段历史，让我们知道了现在的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。所以不是我们在帮助朱爷爷，而是朱爷爷帮助了我们，让我们学习到了太多太多，我们应该感谢朱爷爷。那个小庄书记说得非常好啊，那我也说两句。在这件事情没有出现之前呢，我和小庄书记研究村上要再次评选下牙山好人，那这件事情出现之后呢，大家又排练又表演，其实咱是农民是吧，也没有什么表演经验，但还演得不错。那充分体现什么呢？就凡事啊，它缺少不了一个真字。所以我决定呢，所有参演的都是下牙山好人。好好，大伙辛苦了啊。首先感谢皮校长，你看这又帮编剧又排练的。不不，木生，这个事儿我必须说一下啊，因为啊，把这个斗地主改成歌舞剧是小萌的主意，是小萌带着我们排的，要感谢感谢小萌。这个点子确实好。大伙儿也都知道日记里的内容，现在朱爷爷当兵了，下一步就是军旅生活，咱们这边确实没那个景儿。正好我们老家锦州汪牛屯村那边是红色基地，已经沟通好了，咱们连夜就赶到锦州，然后召集大家来呢，就是定一下去的人员，家里有事的呢咱可以调换一下。木生，刚才呢我跟大家已经讨论了，大家呢说都愿意去，说句不好听的，这个事儿谁去就你定得了，听你的，你就定就完了，对吧？对对对，那好，我特别感动，你看我七叔都这大岁数了，人家也主动要求跟着去锦州，咱们给七叔来点掌声。别，还真不用掌声鼓励。木生啊，说句真心话，你不找我
我都得去。为啥呢？厂子算啥？放下，帮人嘛，帮人就是帮己。咱们昨天的军民大联欢呢，央望眼的团长，我在台上啊，那军帽军衣一穿上，一讲话，那种振奋，我的天哪，我上瘾了，入戏了。那在台上一讲话，热血沸腾啊，那非常激昂。好啊，这也是个学习的机会。更何况呢，我还被评选过象牙山的好人，这个头衔啊，在我这头上，觉得我很珍惜。大家都当好人，行，我呢就拽两句词儿，你们别笑话啊。这个事儿我一定勇往直前，义不容辞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那个一水哥，你还继续演这个连长？太好了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成为一名军人，没当上兵非常遗憾。小双书记工作忙，我就代表村委会，那个帮助木生做好善后工作。一句话，义不容辞。另外啊，我调查了，我们山庄还真有一个当年当过兵的，我准备让他演那个日记里边这个班长，那就是张忠维。王木生，你查我档案哈，我说句不好听的，你这次这个决定完全正确，我完全服从啊。你服从归服从，但你这口头语得改一下，你别老说不好听的，这不行。那不我口头语吗？报告木生啊，我尽量控制。马忠，你那边还是演朱爷爷那发小。木生啊，我一定得去，因为这一段呢，演朱爷爷这个发小啊，我是真有感情了。我现在呢，是真拿朱爷爷当哥们了。但是呢，我有个要求，让李大我也跟我去。你去就去呗，那拽着我干啥呀？那咱俩不也是哥们儿吗？套啥近乎？谁跟你是哥们儿？就是香秀在家的不放心。你俩可别扯这个。那个木生啊，我想朱爷爷了，我也去。你不采取自愿，愿意去就去。那王总，那我们工程队能演点啥？你们工程队，你还有脸说呢？要不让你们，我们能连夜就赶锦州去吗？不是，我们那个舞台不盖的挺好吗？你别说没用的，那车准备好没？那个车吧，那老解放放年头多了，这咋弄也不着火，后我也没招了，搁他叔他家呢，有两个那个老北京吉普，对，老式那吉普子。你们几个就开车吧。对，那车得我们开，那车太老了，我怕扔半道。对，你不半道坏了还有人修车。嗯，另外我强调一下啊，大家一定跟朱爷爷说啥呢？阵地紧急转移了，有会唱军礼歌的就搁车上陪他唱歌就行了。好吧，千万别整露馅了。嗯，听明白没？听明白了。妹，我再讲两句啊。这个事儿是我家的事儿，我非常感谢大家。我一直以为我王梦生在大家心里就是不务正业，不靠谱。通过这出事儿，我感觉我误会大家了，因为。我头一次感受到一呼百应这种感觉，我在你们心里的地位是这么重要。以后大家谁有事能求着我，我肝脑涂地，义不容辞。木生，行了，我再说句不好听的啊，你想多了。大家赶紧准备吧啊，赶紧准备干啥呀？我正煽情呢。是啥事？你说两句，老板子，快走，让咱车加把油，走。赶紧的啊，赶紧的。这位老兵叫朱永纯，祖籍也是咱们锦州人，咱们猫头屯红色基地一定要把这项工作配合好做好，咱们大伙都先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，把基地先给收拾出来。咱们的服装有没有？服装都有。书记，他们什么时候到？他们应该马上也得出发了，具体什么时间到咱们听他们的通知。一会儿呢，咱们把服装都换上去基地看一看，准备准备，咱们现在就出发吧。这还没来呢，这么冷啊！是啊。车来了，来了，马忠来了，快去告老爷子，紧急集合了，部队转移。好，好，快快，站好，站好。七叔，哎，来，怎么样？没事，马上。
那个钟伟，快点，快点，来，快点！大伙儿都准备好没？准备好了。这次去锦州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回来，家里事儿都安排明白啊！安排明白。手机千万别拿，别整露馅了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朱爷爷马上就出来了。来，到这出来，快！小群呐，小群呐，咱们部队转移了啊！大伙都在外面等着呢，连夜转移。快穿上。全体集合，上西，集中，向左看，向前看。报告团长，战士们已经全部到齐，请指示。新兵入队，战士们，此番夜间行动是一次秘密行动，大家一定做好保密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明天进入正式训练。上车，出发！是，向左转，跑步走，一二一，一二一，一二一，小心点啊！来，冷不冷？同志们，还有一段路程，我们唱首歌提提神，好不好？好。游击队之歌，我给你们起头啊。我们都是神枪手，预备，唱。我们都是神枪手，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。我们都是飞行军，哪怕山高水又深。在秘密的树林里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。在那高高的山岗上，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。没有吃，没有穿，只有那敌人送上钱。没有枪，没有炮，敌人给我们造。我生长在这里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。无论谁要抢占去，我们就和他拼到底。全体集合。跑步走，一二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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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加油，加油，转！团长好，同志们好，团长辛苦了。赶紧进院吧，起步走。立定，同志们，领取物资，早点休息，明天训练。是。七哥，你的房间已经给你准备好了。老张，这次啊，真给你们添麻烦了啊！别客气，王书记在那边等您呢。好，钟伟，你怎么安排？我跟大家一起住。一水，你跟七叔去吧。行，辛苦了啊。没事，应该的。好。穆生，我叫大愣。大愣，那什么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赶紧集合呗。你一会儿点名的时候别点错了。哎，没事，你放心吧，不能。
请班长讲话。立正！下面开始点名：王大浪到，朱永群到，赵水生到，李存金到，李双虎到，沈老六到，杨大壮到，周祥武到，李宗硕到，贺大钊到。我问你们啊，知道你们现在是什么身份吗？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。我听不见。中国人民解放军。哼，你们还知道你们是军人？作为一个军人，连衣服都穿不明白吗？啊！给你们十秒钟时间，整理服装。朱永全，到，监督他们。是。扣子系上，绑腿松绑，腰带踩松了，扎紧扎紧。我们来自五湖四海，就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那就是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，保卫祖国，维护和平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。首先欢迎大家加入我们东北边防军，我是你们的新兵代班长张大伟。也就是说，在你们每位没加入每个连每个班之前，你们所有人都归我管，听清楚没？听清楚。报告班长，我们什么时候发枪？等通过训练，你加入了作战部队，就会给你发枪，但是前提是必须经过训练考核归队。是。同志们，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训练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大家一定会很辛苦。狭路相逢勇者胜，身体素质是决定在战场上生与死的关键。听我口令，向左转，跑步走，一二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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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脚全破了。永群呢？嗯，还血呢。嗯，哎呀妈呀，你太厉害了，我是受不了了。永群啊，嗯，我给你按按呢。我不用，我也睡。军呐，嗯，你不累吗？我不累。你真行，可给我累完了。嗯，我陪不了你了，我睡了啊。你先睡吧，我马上就睡。你也早点。哦，明天还得训练。我知道。嗯。